业城市这个模式呢，它其实并不是很高深，理解一句话就是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大物业。2021年9月，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的出台，开启了琴澳融合发展的新空间。为了更好地服务深河区居民，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，物业城市为深河区保驾护航。物业城市呢是横琴首创，最主要的呢，它就是把整个城市当成一个大物业，然后我们引进了高水平的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、服务和运营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改变了这个中国城市治理的一个模式。以前呢，都是政府呢一元管理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政府负责，那么以管理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。那么物业城市呢，就是引进了这个企业主体，另外呢，同时我们也加入了很多社会组织来参与这个社会治理，就从政府的一元管理变成了多元治理，也形成了政府、企业、社会三驾马车共同发力。自2015年首创物业城市的新模式起，横琴正式开启了专业化、精细化、智慧化的城市治理，从根本解决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。我们认为呢，城市的管理与城市的服务呢是并行的。那么在方便我们管理的同时呢，能够提供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呢，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物业城市 APP 2017年正式上线以后，拉近了老百姓和我们政府之间的一个距离。老百姓有些什么事情，都可以通过 APP 来反映。物业城市 APP 也借助智慧化的技术，令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到横琴的社会治理中。通过这个微城市这个平台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这个疫情防控这方面的知识啊，同埋参与这些活动。我们因为住这里嘛，所以它越来越完善啦。我们有那个智慧停车啦，智慧停车这样呢，我们现在停那些车会比较有序一点，还有那个垃圾分类啊，那些我们现在都会经常都会跟我们讲啊，怎样分类，教识我们的市民呢分类呢，我们现在都会比较识分类一点，不好像以前那样全部掉在一起咯。物业城市这样的一个 APP 以后呢，你对就来横琴办事有什么问题，还有就是接种疫苗，就是那个生活都很好。借助智慧化手段，市民真正体验了人人参与社会治理。通过物业城市 APP 中的一键上报、一键咨询等5个1功能，深河区的智慧化社会治理新生态也为居民带来了便利的生活。物业城市 APP 综合运用了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比较先进的这些互联网的一些技术。那么项目在实施之后呢，我们在每个村至少是配备了6名的服务人员。那么在客服这边的话呢，跟我们大家住的这个住宅小区是一样的，就提供的是比较贴心的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些服务。通过智慧化、人性化的物业管理方式，物业城市已对深河区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物业小区式管理，社会民生服务也真正实现了100%覆盖。如今，物业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已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。这个首创于横琴的创新治理模式，未来也将有更多城市加入，令更多居民体验5星级城市的治理新模式。